你好，欢迎来到人生选择题，这里是你的平行人生。你有机会拥有大把重要特质，但是你只能选择其中五个你人生的好特质，你还平行时空。你将掌握自己的人生轨迹，我会引导你经历你在平行人生当中的四个重要阶段：芳华、而立、中年、迟暮。在每个阶段里面都给你安排了一些事件，当然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这里所有的幸运和不幸都由你左右，医美失败导致深陷谷底，怎么努力都遭遇网络暴力，并伴央的家人父母重病。如果可以，这个在你的平行人生里他会一直陪伴你。如果你希望他不要出现，你要拿出这九样特质其中的三样，你要接受他吗？我接受。不接受。只有你能左右结局，评断得失。那我拿这张。我怕错过任何机会，就是很贪心呀。你拿走吧。我是一个在爱里长大的孩子，但是没有被爱束缚住。这个我肯定不要，如果没有这个，我之后的人生不要过了。不值得我拿这些东西去对抗。我觉得孤单跟寂寞不一样，在我离开的时候我没有这个的话，那我就是真的一无所有。更有机会突出重围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觉得人生当中不就那几十年，为什么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？我不想我的人生就这样一直坐在办公室里，我喜欢舞台，我想回到舞台上。我这么奔波是因为可以让家人活在当下，不要再有这种遗憾了。该爱的爱了，该付出的付出了，我从来不会后悔。这场无限接近真实的人生选择即将开启，你准备好了吗？